会开挖机不？不会。你要会开，我今天铲子都不用带。走吧，挖螃蟹。这里是不是？这里果真是一个螃蟹洞。感觉这个心脏一下子瞬间加三倍的跳。它里面没有土，里面是空腔，直接伸过去，那只螃蟹就躲在那里。我又都没这么浅，结果这么刺激。应该这块石头下面，被压死了吗？大老弟呢？不见了，还是被压死了？是不是你错觉？有可能吗？大老弟呢？大老弟呢？你这么大，你挖这么小一个洞，你说我这样手这样伸过去，能嗨不？手就直接就是这样伸过去的，来，来，哎，八两，开门红啊！今天开门很红哈，这个螃蟹爪也明显吧？不会赶海的人估计都会了，一个废水闸边上。看这螃蟹大不大了，挺深的，值得一挖。旁边挖机的声音是不是听得特别的刺眼？刺耳。没熟人呢，关键你不会开。我们那次去挖山药的时候，那个厂长都说你会开不？他有钥匙。好像只有这么浅，是不是？就这么浅。就那么浅、哎、我还以为很深，我手刚才伸估计只差这一点点，手指再伸进去又要被夹，把它扩宽一点，直接用手套。真就这么浅，哟、哦，还不小啊，比预期的大，预期只有二两。来了，哎，四两左右吧，漂亮！哇，今天开门好红啊，哈、哦，今天、嗯、不出意外，这是第三只了，这个洞位置很高。这里原来养殖场的，这个洞大概率是养殖场的螃蟹，这种螃蟹吃的不香。倒水了？难道又是这么浅的？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哈。我去，想太多了。
碰到硬了，但是不确定是石头还是螃蟹，我觉得大概率是螃蟹。碰到就是这，看一下能不能勾出来，勾出来省我半个小时。挖吧，开工。这种螃蟹挖出来最少又是半斤以上，今天香得很呀。再勾一下，好像出来了，是不是出来了？好像出来了，底下已经没有啊。喂，来了来了，一蹦一跳都出来了。Hello， 大老弟，哎，禁不住我撩吧，又出来了，8两左右吧。这种就是典型的养殖场的螃蟹，绝对没有我们开头那两只我吃的香，信不信？野生发动机。这个卖废铁能卖100块不？有可能哈。我刚才从上面下来，一脚踩下来，不小心就踩到了一个螃蟹洞。这种洞深啊。痕迹特别明显，哇！开工大吉，机场这我就没力气了，虚了，太热了，天气热了，天气热了，干不动。倒水了，倒水了，这么简单吗？万一就这么简单呢？你看今天我们拿只是困难的，嗯，都是简单的。哦，同道，就这么简单？还有一个钩身啊，这么简单？哦，哦，还有一个钩身，还有一个钩身啊，大哥。通道了哈，接下来是想办法把它弄出来，最好的结局是就这样给我勾出来。你干啥呢？你搅屎棍法吗？把它搅一搅啊，万一它就出来了。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，哎，又躲回去了。你相机一来它就往回躲了，有可能你长得丑吓到他了。你又怪我，他看都没看见我，怪吓人的。我只是黑，老老实实的挖吧。这种洞，哎呀，不要想捷径。你挖到了吗？人铲到了，搞不好已经被我铲，可能已经被我铲凉凉了。就在这儿，来了，来，狠泥巴挡住它了，够大不？嗯，今天一抓一个大，爽啊！哎，大老弟，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就这一个。哦，
反光啊，发白啊。Hello， 出来呀、啊。又是七八两，好爽啊！今天，谢谢你回家，抓太多吃不完啊。晒一下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收获，今天是属于见好就收，没有继续往死里挖的那种。两小时哈，小的这种二两，再小的洞我就没挖了，大的七八两。今天大的抓得很轻松，都是很简单的。视频到这里哦，拜拜，下次见。